三合一送料机是将原来的材料架、整平机、送料机三种机台的功能优化到一台机器上而成的自动化设备。金属卷料由三合一送料机料架部分进行承载开卷，再由整平送料部分绞平去除材料内应力后送入冲床模具内，实现卷料连续化生产。静置得三合一送料机与原有的三机分体式组合相比优势明显，三合一结构紧凑，不需要预留待料区，占地空间小，可将原有的占地10米缩减到占地4到5米即可。三合一操作简便，自动化程度高，卷料的上料、胀缩、压料、限位、入料、整平送料均可由触摸屏上操作即可完成，不用再单独对三种机台进行引料、调时操作。三合一适用料宽、料厚范围更广，料宽50到2000毫米，料厚0.3到9.0毫米的卷料都有适合机型，可将以往大型宽板冲压件利用外购板材使用人工送料、机械手抓取的单片冲压加工方式实现卷料全自动化生产。常州静置德是三合一送料机源头工厂，点击关注留言咨询，静置德专业工程师帮您选择合适您生产所需的送料机设备。